咁咧就我好高興啦，就有機警隊啦，係非常支持，尤其是大家都知道，其實唔係最近噶啦，不過尤其是最近係有幾個關於係中國嘅留學生咧，係有一啲受到電話或者係呢一個其他個喺網上嘅欺詐活動咧，所以更加咧係提高大家嘅注意力。咁有機警隊咧非常支持我，今晚咧就喺度為社區咧做呢一個嘅特別係由警隊介紹好多方面，包括從網上啦、電話啦，亦都有其他嘅欺騙詐騙活動。咁希望咧，大家係更加小心係保障自己。第一我就加強同警民合作啦，同埋我推動大家咧，有啲問題咧直接向呢個警察舉報。若果係你認為比較方便一啲，係透過我咧，我都好樂意做呢個工作嘅。